奶。你们在主大厅吗？我们在一，哎，我们在几啊？九吗？九。我们会讲完的瞬间，这边就暴走了。不会啦，应该是不会。对啊，看很帅。中国龙，他看起来像牧师。嗯，牧须就是中国龙的样子啊。对啊，对啊，嗯、啊牧须哦，没有错啊。可是为什么他绿绿的？哪里绿绿的？他手上有一个绿绿的龙珠吗？手上龙珠？哎、欸，对耶，他有一个绿绿哦，他可能那个吧，潮湿长长长。哎、欸，他为什么绿绿的？是回忆块，回忆疹吗？哎、欸，对，长湿疹啊，你不要强迫症啊。他长湿疹，他长湿疹。这块绿绿的真的好不明哦，真的是一块而已，好好笑、啊。不是，我刚刚看这一边，想像没什么状况，绿绿的一块在这里在干嘛？那、啊、为什么哈基今天没有来啊？好可惜哦，好想给他看这块绿绿的。他可能那个吧。他还在发红包吧？还在家里发红包，还在撒钱。对啊，还在撒钱。他那个真的是送红包，太强。真的，好了，那我们先去玩那个吧，杀手。繁星还没上来吗？繁星上了，上了，都租了吗？所以你还在？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在队伍里，应该有吧？霹雳应该有哦，已经在队伍。下线不会那个。那就来摩德咪斯，先去杀一下手咯。我来看一下，我们直接玩那个我们没玩过的那个那个，可是要知道他名字。完蛋，是要选哪一个 ？Classic 这个吗？太久没玩了。最对啊 ，Classic， 对对对对对。然后选地图就选最前面的，因为最前面应该通常都是最。哇塞，刚看就给我超级留言。没有哎，他最哇塞，他最前面也都帮我翻成中文了。寡妇的书房。什么鬼？富的书房那有正的吗？嗯，第一个水族箱我们玩过了，档案库是什么？游轮玩过就 library 吧。暗井秋色，这个取的实在太那个。暗井秋色是那个地板可以用火把把它点哦。哦，会有那个煤炭砖那个。圣普拉提科什么鬼啊？高坠塔。寡妇啊，我就去寡妇的书房啦，看不懂啦，就是你什么东西呀、啊？它是什么？哦，蜘蛛那个哦，原来这是寡妇的书房啊！有蜘蛛是那个，这是万圣节那时候哦，就蜘蛛哦，万圣节更新的、啊接下来顶到头，可对，顶到头了啊！大帅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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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哎、欸，我爬到一半啦！等一下，我发现我的按键不对。我爬到一半，爬到一半啊！我的钱，我的钱，为什么我的钱都没了？都被我捡走了，是不是有问题？耶、欸！我的钱！哎，杰克，你讲太慢，很恐怖哎、欸！我的钱！啊啊啊啊！有杀，快杀了，快杀了，快杀了！所以有可能是他自己自杀。我的钱！为什么观众一直跟着我啦？不要啦！他因为猫咪很受欢迎啊！可以讲猫咪很瘦啊，不是？啊，你很瘦，猫咪很瘦啊，很瘦，原来很瘦，是不是？不要给我们讲的那么严，杰克，小雨哦，你为什么要抢我的钱？发红包。我要红包，你不要再捡红包，你就不要走在我的后面、啊。哦，杰克杀人了，让你杰克，哎，团团是杀手，团团是杀手，团团是杀手，我要让你花钱，熊包吧，花钱。你看我为了要拿钱，我还露出我的刀。太夸张了！自裁他！要！自裁他！哇！云真看死了！哎呦！没射到，为什么我会跑出来了？哇！哇塞！那为什么今天语速都好慢呢？我也不知道哎、欸，今天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们按到一千五倍了。怎么了？为什么我死掉就跑出来了？为什么？好问题呢？哦，你说你跳出游戏了？好问题。
你知道刚刚讲太慢，真的会没有瞬间那种啊！我死了！啊、我失明了！哇哇哇！皮卡团好凶哦！皮卡皮卡！为什么皮卡？哇！皮卡皮卡！皮卡我的失明了！哇！凶巴巴！皮卡！假的假的，好香咪！感谢夜猫续订。哎、欸，我死掉的样子。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说。你知道阿米狗只剩下我跟你了。我知道。所以你杀掉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强制把你离开这个游戏地。是啊，可是我找不到你啊，你跑去哪了？我这不好说。你又躲起来。我就叫躲猫猫了嘛。哇！不要在那边躲，我被石头抱着哎、欸。哇！哇！三个。两个有点猛哎、欸，在哪里啦？不能这个有点猛哎、欸，这个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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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抓到了！你说的有点猛是不是这个啊，杰克？哎、欸，我为什么被抓？哎、欸，你怎么可以这样啦？手啦！那我刚刚想先看一下那个纸条，可不可以直接选地图？就观众这样啦，观众们靠北时光知道该靠北谁了？不能这样，输不起呀！啊，然后就会出现猛喵性实况组，谁是喵啊？猛喵性，喵乐吗？喵了很多，喵乐还写错，猛哇，又是平民胖组，钱。哎、欸，火把能干嘛？请问，火把可以烧人啊，烧那个煤炭，但是对，烧纸人在身那个炭上面点燃这样，嗯、大概烧三下就死掉了。啊，啊对，可是要先捡到钱才能买吧？我怎么都捡不到啊？所以不要把别人烧死了。我看到了，又是团团，什么又是我？我没拿剑啊不是，他是被烧死的。什么？我有见证人啊！见证人烧了人，好坏哦！这白色衣服，白色头发，他自己死了，他自己死了。白色衣服，细鹤，他死，他死。哇！哇！这么凶！哇！嗯，二有二报，因为刚刚喵性实况组这样，你就暴气？没有啦，没有啦，因为我不是杀手，我没差啊。我大概刚刚有差的是我啦，我没哇，这怎么死这么多人哦？啊，我不是啊，刚刚啊，哈哈，阿娇，烧一下，不要这样啊，好球，打雷了，很恐怖啊，坏球，好球，坏球，玩这个就是要点煤炭砖啊。发红包咯，是一定烧到死吗？秀，是一定会烧到死吗？站在上面烧才会烧。要怎么买火把？有 NPC 有买。花花花哦！哎，我只剩下半血了啦。没关系，我剩下三颗，我剩下四颗而已。哎，没关系，被烧的血。来发发发哦！会吗？所以是不动才会。杀手到底是谁啊？可恶！等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报复社会啊？对啊，就是啊，都在乱烧人啊。然后杀手这么多只，然后就是一个。可以叫僵尸可以干嘛？就是僵尸会打人，对。嗯。无法。在哪？僵尸在这边啊！叫他那边。我听到声音没看到。是猫哈。猫哈杀人喽！有什么猫哈？狮子萝卜。猫咪杀人了，我烫到猫咪了，快点，我们快点跳出去，不要让他杀，不要让他杀，要跳跑酷吗？不要再找僵尸了啊！他在打我，我死了，你被僵尸打死了，你是被僵尸咬死的吧？被僵尸咬死，我被僵尸咬死。哎，杰克，你看一下你后面，啊，不想说你会从另一边出来，没有，我刚刚已经看到你在爬天花板，我就懒得过去了。哎，阿宇。啊！那个被打死，我死了。哦，杀手被阻止了，被阻止了，被阻止了。我要怎么选地图啊？我出来着，好像在外面选，要在外面选，我跳出来着。
好，我跳出来了。我记得圣诞节那张是不是可以买礼物啊？啊啊啊啊！好像有印象。对对对，好像不要再买礼物了。不好的回忆吗？对呀、啊。某某巧心实况组，为什么礼物到的 NPC 超过分？哎、欸，点到啊！他也算是送你礼物啊，的确啊。第一种类的礼物、太悲伤了。好，他会是哪一个呢？不是寡妇的书房，应该也不是运输塔。该不会就是什么圣普拉提科这个吧？哦，可以点点看、啊。我就来点点看这个圣普拉提科到底是。我看看。哇嘞，丑哦！这原来这个叫做圣普拉。我们所生的不喜欢。我跟你讲，这个地图当侦探跟杀手都很累。累死，太大张了。这样太大。跑酷点又很多。嗯。喂。喂。嗯。哎，我竟然跳到这了。我要跳去哪？我不想说。哦，旋转跳啊！要死我，重来啊！要死我啊！要死我！要死我！要死我！哎呦！要死！啊！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M I Amigo 是什么东西 ？M I Amigo， 他打说 M I Amigo， 还是他是想打 H I Amigo？ H I 吧 ？H I H 跟 M 也是差太远了吧？嗨。M 跟 H 差太远，那我要打 MI chocolate， 什么鬼？哎呦喂 ！MI， 哦，这边转过去干嘛？今天节奏到这么慢，这边怎么有人呢、啊？不想上班。好，哇，有名人哎、欸！我名人哎，杀手注意，名人就是侦探哦，杀手有没有听到？啊，不是他很招摇，他就拿着弓到处走了。他是真的蛮招摇的，哎、欸，我知道杀手是谁了。你谁呀、啊？哇，杰克啦，这个笑声，杰克啦，这个笑声，杰克这个笑声就是啦、啊，那个笑声完全不对啊。谁呀、啊？他拿着刀啊！我没有讲哦，他不是刀，是汤匙。我之前有看过他拿过汤匙，还犹豫了一下。汤匙。杀人魔出现了！杀人魔在这啊！射他！哦，这白痴哦！汤匙砸到了啦！那鸣人怪怪的、啊，这鸣人看到杀手还迟一下哎、欸！对啊，可能也很疑惑他是拿什么啊？ナルホト！ナルホト！ナルト！ナルホト！你不要拿入后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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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维尼的啊！哇，你怎么死啦？哎呦，我要跳出去再挑地图哦。好的，好。反正你只要静心的，我们就被拉过去了。嗯，对啊。没有，我怕你们的趴数，等一下刚好，哎，刚好当到杀手被我拉出去哦。没有，没差。没关系啊，反正他现在几率不是根本没差了吗？没什么。哇，到底是哪一个啊？该不会就这什么暗井秋色吧？不，我才不信。其他的暗井秋色是刚那一张。暗井秋色我记得是就是点火榜的、啊。没有，暗井秋色是刚点的、啊。你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不像啊。有没有什么类似圣诞节的名字啊？没有啊，我全部念给你听哦。水族馆。啊，不要不要，那就是水族馆了。不是，你是啊，我看你是想玩水族馆？没有，不喜欢水族馆吧？我不喜欢，我为食而已啊！你在吵，我讨厌你。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地图可能是限定的，我没看到了，没了。哦，送礼物没了，就没了。对，送礼物没了，那我就按随机。哎，他不给我点了。嗯，那就随机地图喽。请到走来哇这也太哇哇斯塔我想拿在楼梯上汤匙敲人啊对呀、啊、要不要吃冰淇淋要不要吃冰淇淋我刚刚想说要不要吃汤匙、啊、要不要吃汤匙用汤匙挖冰淇淋汤这张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次那个玩感染然后最后躲在冰箱然后你们全部人冲进来的话哇涌进来了涌进来这一关不就是僵尸那一关吗僵、嗯、感染啊他、啊、就感染、啊、感染模式先是玩感染吗不是没有没有现在不是感染现在是
可恶，这只有一个杀手。嗯、一般模式，一般模式。谁？我马上看到有人拿弓了，为什么是射我啦？白痴哦、喔，那个白色衣服的。丑、哦哦哦。他搞不好是你的粉丝啊，还要用剑会友。用错方向。搞不好他就是这样对他家的猫啊？你怎么会这样？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有没有？对不对？猫咪过来。对吧？